就请我们老师先过来讲。啊，这个 PPT 右上角有 GG 点 GG 哈 ，TJJH 这个请大家拍下来，你可以回去自己下载，好把它留存。那这个课它其实一般都是排两天12个小时的哈，来上比较完整。但是我这一次我们就是用一天的时间针对比赛这个项目来跟大家做介绍。好，那其他相关的一些工具哈，可能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大家做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在台中市去年帮台中市总共11所，去年是11所学校办营队。那这个是我们台中市教育局他们补助的，好，所以变成说今年扩增到14所。那这个是我们在营队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那这个是手册，这个是给教育局的结案手册。他们补助所有的师资费用，补助所有的硬体，所以整套做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上课的一些活动记录。好，那去年办因为反应不错，所以今年他教育局持续补助。那今年